谢谢李香兰。你个在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你是上帝，是信实的上帝。为着听伊、受伊诫命的人，行伊的约甲主爱，直到现在。那这是三个人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信经讲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主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祷告，对十四母玛利亚出世，被阮丢进人道人来受苦，定是伊的死因太重，无能负。第三日被世人拥抱啊，上天他这一转念的上帝了了，伊被水啊过来心化化人甲死人，化是圣神，化是神，共同到位，信徒上好，最下个。愿我的观念，阿弥。但有完，请在咱三个人祈祷。愿我的主宰，我的上帝，听下我的祈祷，能感谢你。能够一届来到你的圣殿，来甲兄弟三个来敬拜你，因为绝对你会当会得到这个福乐。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耶稣基督，真侪阮的救赎，为阮的罪死的时时决定，都为阮的义来做。我感谢你，你这款的稳定，我袂疲惫，但是你的稳定到安尼，你愿意让阮悔改认罪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，你是收束阮家的。你想要我来根据你来帮助阮，让阮接受到安尼一款的稳定的时阵，我来愿意来饶恕别人，我来愿意来悔改，我来愿意来认罪，我来愿意行公义，存怜悯的心、谦卑的心，甲上帝三个同行。我感谢你。你伫阮欠亏的时阵，你来帮补阮，来帮助阮。阮台湾就是当欠雨水的时阵，你收束存雨，降落在地。我恳求你的圣神，也开力，去降较侪雨水来到灌溉这块土地，无阮无比较欠亏。祝阮也要恳求圣神，即时甲阮同在。因教伫阮中间，一个掌权，一个掌握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。阮就伫圣神也进入阮中间，进入阮每一个人心，一个安静，安静伫遮做敬拜，安静，安静伫遮来听，牧师传道所要传讲的信息。真侪遮会议，真侪阮心中的记忆。阮会当伫未来的一礼拜，阮后壁的人生路站真侪方向，阮当行出来。阮多谢你，即时甲阮伫了。阮感谢基督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
因为你不是以爱最好的上帝，孝弟妹有分，骄傲的人会当我伫你面前，最歹人拢是心所万分。讲袂出个，因要你要袂因。不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我贪一滴的电。我只是要来读一段圣经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，我来读，请兄弟注意来听。彼时，伊的大囝伫园里，倒来要教主，听见作乐甲跳舞的声。就叫一个萝卜来问伊底啥事，伊甲伊讲：“你小弟来啦，你老爸因为得着伊好好倒来，所以抬迄只肥的牛仔。外囝上去问入去，伊的老爸出来劝伊，伊应伊的老爸讲：‘你看，我服侍你做啊侪年，拢袂捌为盈利的牛。’”你也袂捌我这只羊啊，通甲我朋友相甲欢喜，总是你这个囝后尾冲去，一真破坏你的家，一日倒来，你就为着伊害灭我。老爸就来讲，囝，你常常甲我弟弟，凡我所为拢是你的，但是你这个小弟死不过啊，死了不过弟弟。那应该欢喜快乐。这是咱个请圣华队来，把咱推向亚索比。